全球最快的超跑榜单，你以为布加迪400多公里的极速就能号称世界第一？第一名突破地表超强马力，三台布加迪都没他快，到底是口嗨选手还是真有实力？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听说长按点赞两秒会触发特效赞哦。第六名，科尼塞格 AJRS， 极速457公里每小时，这个号称布加迪杀手的超级跑车，不少人一听到他的消息就会在潜意识里以为他又破纪录了。该车最初的亮相是在2015年日内瓦车展，全球限量也就25台。不过在他一经发表出去之后的十个月内，这25台限量车子就已经全部卖光，甚至创下了科尼塞格旗下销售最快的车型记录。可以说他的受欢迎程度跟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相提并论的。他的车身重量仅有1393千克，搭载的是 5.0 升 V8 发动机，零百加速只用 2.9 秒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，